陈伟霆虽然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但是一直都不怕外界的眼光，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心中的时尚，还受到了香奈儿的关注，成为香奈儿唯一的男代言人。无论外套还是毛衫，他都穿出了那种不同于女性柔美的感觉，透露独属于他的感觉。这次 Time Pato 首发系列的灵感主要来自于一张老照片，照片中双手交叉的情侣就是宝宝的父母。这次的设计也表明了宝宝对家人之间亲情的那种重视，一件简单的白 T 恤搭配这样的元素在里面，暖心又治愈。单看服装的话，简约百搭。不过在上线陈伟霆当天，自己的一组服装照片就引起了大家的围观，原来是一张脱衣瞬间的照片。眼尖的朋友发现了他的腰窝，不得不承认他是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一类人，怎么看都好看。这么好的身材其实从拍摄老九门的时候就有了，这么长时间里他一直都没有放弃锻炼，为了健康也为了上镜更好看，一直都非常的自律。